这个鸡昨天淋雨了，可能会生病了，不如我把它烤了。哇，还有没有鸡蛋的？这个没有的。对，用杂技到山庄去把它烤。拿个绳子来。你看他的眼神，好忧郁一样啊。这是他妈妈，好忧伤的样子啊！这个小哥，我又不会把你烤了啊！我烤鸡啊，不烤你。这个鸡杀好了，这个放里面腌一下，放点生姜，放点这个辣椒粉。搞了点这个酱油，这个酱油很漂亮的，香。现在有炭了，我们就直接放到这里烤。用这个酱汁，哇，这样就漂亮了，这样直接烤了。烤得好香啊，你看，吃了，海狗海狗，这个味道可以。好多鸡都想吃，这个味道可以哦。兄弟特意端了个这个蝗虫给我们吃，这个很好吃的，就山上炸的这个蝗虫，那么大。这个是油炸蝗虫，很好吃的，炸的那个虾一样，比虾好吃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们先吃多一点这个好吃。